我是讲做这个工作哦，一定要对人有信任。所有大队的警员绑着锁啊，爬到大约六层楼高的所在。不过这次任务不是救人，是要来祈求啊。搜救警员的动作真流利，全无什么所在卡卡。不过靠着两个人的合作，大家来完成技巧的工作，可卡已经放了未少记录的差距。是有一点难度了，因为一次没办法记很多了，所以一次只能一小段，然后又怕伤到隔壁的邻居。所以它难就难在这里了。南投家护中心表示，这丛乌棒树是伫十多年前所种的，虽然好处是生了紧，不过树啊本身较容易断去，所以真惊啦，风雨伤大会倒来造成危险。正正是因为车辆甲器材无到一摆，所以是甲大约九镇老管的所在，嘛无法度处理。哦，去请清洁队啦，或是其他单位来协助，结果他们看了以后，因为谈话讲的叫无卡咯，器材没有办法进来，怕伤及黄色人员，就一直停着。那这一次非常高兴，很谢谢我们中区搜救大队的一些好朋友们，他们知道说啊这一棵树的困境，他们以在救人的心情，用各式的确保好，然后从最顶楼的角落开始慢慢的记。这边好加载。有搜救大队热情的帮忙来记树啊，和南投家护中心终于会当放下长久以来的困扰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